韓流文化近年不單止在亞洲引起轟動，更加踏向國際舞台。社交媒體和串流服務的興起，令到 K-pop 和韓流在社交媒體上面非常活躍，推動了 K-pop 和韓流文化向全球擴散，製造出良性循環，令到韓流文化得以持續發展。我們針對 K-pop 韓流文化推出香港首隻以 K-pop 和韓流為主題的 ETF Global X 韓流音樂及文化 ETF 3158，為投資者提供獨特投資機會。3158聚焦於韓國音樂、影視內容、食品、互聯網、遊戲和美容行業，讓投資者能夠捕捉韓流文化在全球增長的強大潛力。儘管 K-pop 在全球已經廣受歡迎，以韓國的防彈少年團為例，據美國 CNN 報導，去到2023年為止，他們為韓國創造超過56兆韓元的經濟產值。但是在全球的音樂市場中，截至2022年 K-pop 只佔 3% 的市場份額，顯示了他們仍然有成長空間。另一方面，韓國影視作品在國際上受到認可，例如奧斯卡獲獎作品《寄生上流》和由 Naver Webtoon 改編的《魷魚遊戲》。網絡漫畫 Webtoon 已經成為年輕人熱門的娛樂活動，很多受歡迎的漫畫被改編成影視作品。以 Webtoon 為例，2023年全年 Webtoon 的總銷售額高達15031億韓元，2022年的全年銷售額就10664億韓元，同比增長 67.5%。 縱觀 K-pop 和韓國影視作品成功的經驗，令到串流媒體平台加大了對韓國內容的投入，這樣為這個產業創造了良性的循環。韓流文化的影響力帶來跨行業的協同效應，為韓國美容、時裝、飲食等行業創造具持續性的消費基礎。我們認為韓流文化對整體行業都具有增長的潛力，現在投資者只需要透過一次的交易，就能夠通過 Global X 韓流音樂及文化 ETF 3158投資於一系列的韓國公司，捉緊韓流熱潮帶來的機遇。我扮江南 style